目前还没查到目标藏在什么地方。我搞到了这幢大楼的建筑图纸，但图纸和实际观察的情况有点不一样。平面图上消失了一个房间，我现在拿不准。一会儿你把这张图纸拿给许兰，她不是在大学里学的建筑吗？找她研究一下，要快。 哎，教官换脚了。先喝杯茶。谢谢处长。韩特派员已经开始调阅账目了。啊，都已经给他送过去了，不光账册，基本上所有的资料他都调阅。 办事情还是蛮认真的。党国呀，现在需要这样的人。他还问其他别的事情了吗？嗯，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。哦。他需要什么，你呢就尽量的配合他，啊。如果有什么拿不准的，你就可以过来请示我啊。没什么事儿。 那我就先走了，处长。啊，好。小徐，到楼下把我那摩托车擦了。是。干净点啊。啊，好。 就知道花言巧语。
我呀？哎，你干嘛呢你？别写我扣子，别姐，听见没？干什么玩意儿的？薛文。
面我们是见过，啊，酒也喝过。只是你这个机要员，隐藏的太好了。不过，你掩护过我，我得先向你表示感谢。一直没见到你人，我们都急死了。不用急，其实我都有安排。不过你们还是挺聪明的，刚才我还在担心，怕你们找不到呢。那要是我没猜出那箱水果的意思呢？那我也有第二套方案，反正我会尽快和你们接上头的。你的第二套方案就是那个盒子？嗯，我给你那个盒子的意思就是让你们今天晚上来这儿接头。这间书店是陶安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，茶楼暴露之后才临时启用的。盒子里钥匙的模具是密室保险柜的钥匙吧？没错。怎么样，有我在，这次的任务你们踏实了吧？那句诗是怎么说的来着？东风知我。东方同志，你在陶安作战处潜伏多久了？快2年了。东风同志，我对你有意见。你明知道组织上派我们来了，为什么迟迟不肯露面？这事儿不能怪我，这是于克那个小子，他突然查抄了我们在德裕茶楼的秘密联络点。陶安的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了，原定的接头方式也断了线，所以为了安全起见，我的上级命令我先观察几天，再跟尖刀队联系。你也是地下工作者，这些你应该明白啊。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吗？东风同志，那我告诉你错在哪里。我们现在已经和当地的组织失去了联系，窃取江风图又有时间限制，你不及时和我们联系，那我就不得不冒险行动，差点露了马脚。你说你错在哪里？你脱离组织，你冒险行动，错在你，不在我。东风同志，行了，看来你对我还有一肚子的怨气是吧？我没怨气，我有什么怨气？东风同志，那我问你，你假装勾引那个徐伟文，你是不是想找机会复制那两把钥匙啊？嗯。那你这就是单独行动，你这就是冒险行动，不是吗？哎，你们尖刀队是在执行任务，我也是在执行任务。何况今天要不是我掩护你，你有可能已经露了马脚了。没错，你拿到了钥匙，还掩护了我，这个我心里知道。但是感谢归感谢，错误归错误，那有错误那就得承认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怎么说，那咱们要步调一致，你不能背后单独行动，至少你得通知我们一声嘛，否则对你也很危险。你再说了，那好几次有机会和我们接头，你说你东风老耿，你们就别吵了。要是没有茶馆的突发事件，也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嘛，误会说开了就行了啊。对不起，我有我做事的方式，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宁可单独行动，也不会贸然接头的。东风同志，各自为战，有时候是安全的，但有时候就是最不安全。你就比如说窃取江风图吧，啊，这是由我们来完成的，对不对？那你的任务是干什么？你的任务就是潜伏，不能暴露。那否则你上级让我们来干什么？让我们尖刀队来投案干什么？我说的没道理吗？对不对？同志之间要相互帮助，但是要听取别人的意见和看法。这一来呀，我的心里踏实多了。
江防图事情，恩师您就放心，我已经放在了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。作战处呢，只有三个人知道，一个是行动科的于科长，还有我，还有我表弟。好，这样就好。韩冰啊，你刚到桃安不久，要注意处理好跟下属的关系啊。嗯，这边的情况我还是有所耳。 那个行动科的于科长可是个急脾气呀，在桃安还是有些根基的，而且他对自己没有当上处长这事儿一直是耿耿于怀。哎，他没有跟你作对，为难你吧？怎么没有啊？根本就不把我这个处长放在眼里。我有什么办法？先让了他呗。您放心，我肯定会处理好这个关系的。嗯，作为一个长官。 应该有一定的铁腕，必要的时候可以果断一些，不能老是投鼠忌器，否则难成大事，啊！恩师啊，实不相瞒，我现在是什么身份呢？我是个罪臣，我还有什么想法？升官发财不会的，我只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 慢慢的习惯了，什么也不想了。韩冰啊，话不能这么说。当然，你这次被贬职，自己有一定的过失，但担受过的情况也是有的。这些事儿我心里都清楚，在白总那边，我也提过你的事儿，他也知道你是我的学生。你放心。 只要好好的把桃安这边的局面打点好，往后你还会平步青云，前途无量的。嗯，恩师。 好不容易才从徐伟文那儿拿到钥匙，你们非但不感谢我，反倒埋怨起我来了。想喝茶，自己倒。那个，你别生气啊，我不是埋怨，咱是就事论事。那你的功劳已经摆在这儿了。 咱们都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对不对？现在应该要计划一下，后面该怎么办？反正你已经摸进了密室，看到保险柜了，现在钥匙已经给了你，我索性也不用管了。不是，动不动着，那很多事情还需要你策应啊。咱们要合成一股力，那之前是各自为战，对不对？那我没有钥匙，你进不了密室。 咱们现在已经打草惊蛇了，于科那边肯定对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很敏感的。你不急着进密室，也就不会打草惊蛇。现在有了钥匙，又进不去。你说怎么办？那听几个喇喇鼓叫，咱还真不中庄稼了。放心，我有办法。行了行了，你们慢慢想吧，有事情再联络我。 等等，东风同志，你这个。
身上的香水味道太招摇了啊！我也干过地下工作，咱们干地下工作的，那越不引人注目，那越安全。以后这个就不要再喷香水了啊！哎，老耿，你现在咋办呢？他这人是直性子，不过办事能力应该还可以，要不然也干不了姐夫这行。不是我呀，我感觉是属相不合。哎呀，反正也不是两口子，也不好过日子，能见上头就好。行了，快回吧。啊。小飞，来，先喝杯茶。哎呀，谢谢处长。这可是上好的西湖龙井。嗯，这是这个月的文件，准备归档，您签个字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去吧。进来也不知道敲个门，你说你风风火火的想干嘛？昨天晚上出事儿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听说了。不是我批评你啊，我觉得呀，你们行动。什么玩意儿！于科那个小人，恶人先告状，一大早就跑到董事长那打小报告。等，怎么呢？你呀你！人家都骑到你脖子上拉屎了，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。他们敢打我小报告？哎，我他妈反了他了我！
你少跟我。别说了，不知道丢人现眼的，下去。处长，你也别生气啊，我相信呢，这绝对是场误会，没事儿。我生什么气啊？我这个表弟啊，打小就这样，喜欢女人，生活小节问题，你说谁能把他怎么样？但是于科长啊，我还真得劝你几句啊，以后办事啊不能这么鲁莽，容易得罪人。老郎，我听你这话有点不太是味儿啊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说于科长，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英明果断，这一点我很欣赏。但是。平常生活中啊，这个英明果断也是一个双刃剑，很容易伤到自己。懂了，说得太好了，我听明白了，我知道你的意思。其实啊，老郎，你这心里面啊，对我还是有意见，有隔阂。你认为我处处都抢了你的风头是不是？你认为我会威胁到你做处长的位子是吗？我的风头还用抢吗？那个风头我早就不要了。这个处长的位置是上峰任命的，那是谁想抢就能抢得了的吗？老老，你做处长我是认可的，我对你怎么样，够不够意思？我做的仁至义尽了吧？我们两个现在是穿着一条腿的裤子，我们在一艘船上。如果这个船要是翻了，对你有好处吗？于科长，我也想告诉你呀。我是看在你有些时候也是一心一意为党国效劳的，所以高看你一眼。但是，我还是想表明我的态度啊。现在党国正在用人之际，我希望我们两个人能够精诚团结，不要让这一条船翻了。最好这船别翻。如果我要是不高兴，这船要是翻了，谁都扛不住。等一下。
于科长。要一件一件的搬，别磕了碰了。搬下去以后，装车的时候也注意。于哥，于哥，他们这是往机要科去了，这是要在机要科去查呀，这样。我的笔记本呢？哟，我给忘拿了。